什么真身神器，上古神界早就尘封多年，如今皆以我天宫为尊。霍麒麟，你要是交出太仓枪，本殿还可以饶你一命，让你在这瞭望山颐养天年。区区金娥和凤凰之子也敢在此口出狂言，太仓枪之主还轮不到你。怎么样，他不是博轩？界都毁灭了，你竟然还活着。糟了，那枪上的神力太大，远超上军灵脉，再这么下去。浩哲、没事吧？夫人，我们要赶快想办法把他和神枪分开，否则青木就会爆体而亡。可眼下众人的修为都没有那神枪高，又如何能干预？二哥，你快想想办法救救青木，他若是死了，我也不要独活。青木是我挚友，我也不想他出事，可是这么强的灵力该如何呀？浩池，你快看，青木好像好一些了。这枪是白绝真神的神器，这麒麟又是看守他的神兽，世间除却白绝真神，他绝无可能亲近旁人。难道青木？修为太强，你我不是对手。二哥，怕什么？我有母神给的羽化伞，没有不成的。坐。二哥，完成您的嘱托，红日有愧。仙妖夺枪斗法竟能胜出如此风波，这不是斗法。天帝的意思是，真神之力可动山海，此乃真神之威压。浩辰，你怎么没事？神君能力高强，必固再加一筹吗？青木，神枪既已择你为主，吾日定可助你成为上神。方才我替你解决火麒麟，可是费了不少功夫的。臭儿，不可妄言。闯我修炼之地，杀我护山神兽，罪不可赦。臭儿，圣公。浩池。白绝神尊，没伤着你吧？你认识我吗？何止认识，比日月还亘古，比山川还清秋，我曾没有一刻忘记过你。浩池，你无耻！神尊，是夏君教子无方，二子伤了红日残破，实乃大错，还请神尊看在我和吴焕的情分上，饶了我儿。白绝神尊，麻烦你
放了他们两个吧。若他们二人死在你手下，那青木将来便无法立足于三界。如果罢了，太仓神枪既已择主，此事就告一段落。众卿返回仙山，至于妖族众人，不得留在仙界。是。剑儿，带昭儿回去。是，父神。陛下，这青木上君可是？他体内没有白雪神尊一丝本源之力，只是长得像而已。如今青木得到了太仓枪，也就坐实了仙族第一上君的名号。母神觉着此人如何？听你父神说你很是喜欢他。女儿从未如此钟情一人，只想与他相伴一生，永结同心。这仙界里面喜欢你的仙君甚多，可为何偏偏是他？昭儿自幼便是天宫的公主，所有的仙君见了我，不是讨好就是惧怕。唯有青木，他见着我不卑不亢，和二哥说起游历三界的故事栩栩如生。女儿就是喜欢他这洒脱的性子，想着有一天我能随他游历三界，做一对神仙眷侣。可是强扭的瓜不甜，我可听说他被后池带走了。母神莫要听信谣言。我相信这三界之中除了二哥，女儿与他最为亲近。从前他从不近女色，许是后池使了什么妖法，这才把他拐跑。母神，昭儿可是你嫡亲的女儿，你莫要偏袒后池啊。我怎会在意后池的想法，我是怕你在这段感情当中吃亏。女儿知道，母神赠我羽化伞呢，就是希望我不要再输给后池。可是那日在瞭望山，这羽化伞竟似与我离心一般，有片刻不听使唤了。竟有此事，你快拿出来，让母神瞧瞧。杀了你！竟然是他，妖力！母神，是何人竟有如此本事，能在您的羽化伞上动手脚？